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林。今天呢，要来分享我们家小帅哥的这个见证啊。我们家小帅哥就是我的弟弟啦。我弟弟就讲说，哦，因为他太帅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出镜啊，不方便啦。所以呢，就由我来替他分享啦。他也比较害羞啦。OK， 所以今天呢，就由我来替他分享他的见证。其实呢，他是在上个星期五，6月25号的时候呢，他起床的时候就突然间哦，那个脸哦，嘴巴这边全部就红红这样子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可能是天气的变化啊，可能是灰尘的问题啊，导致到他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呢，我就把他拍了照片哦。那一天晚上啊，就把他拍了。你看，哎呀，这样帅的一个人，那个嘴巴变到这个样子哦，怎样哦 ？OK， 那你看就很红哦，旁边全部就红红这样子哦，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啦。然后啊，你看，哎呦，帅哥变不帅哦，怎么办哦？全部这样子红红哦。然后我就有鼓励我弟弟咯去服用这个许如多。许如多那一天晚上我就他就服用了两包许如多啊，许如多是这个样子啦 ，OK， 所以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知道许如多是什么了，是吗？许如多其实是我们的免疫维生素来的，那它里面呢就是小麦萃取物，是叫做 IPPAE 的，的确哦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免疫系统，还有调节免疫系统的 ，OK， 所以大家如果是要知道许如多是什么的话呢，可以去看回我之前的影片。片啊，还有分享啊 ，OK， 所以那天星期五晚上呢，我弟弟就服用了两包许如多，然后星期六早上再服用多两包许如多。其实那时候呢是没有什么看到有好转啊，没有什么改善。然后呢，那天晚上星期六晚上的时候，我就在鼓励我弟弟再服用多两包许如多了。那其实哦，在星期日的时候就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只是我没有帮到我的弟弟拍照。然后呢那一天6月30号的时候，就是前几天啦，我就帮他拍照啦。其实哦，他的脸。真的是完全康复了，你看几帅哦，几干净了。然后呢，这个咯啊、哦，你看，哎呦，你看完全没有红红了嘞啊！大家觉得我们像吗？肯定像哦，不像的话是不是要去验 DNA 了啊？那你看他的头发又这样子哦，我相信现在很多男生在家的头发都是这样子吧 ？MCO 又不能出去剪头发啊 ，OK， 然后可是真的是很帅啦，是吗？OK， 那你看啊，你看几干净了。啊，就是服用了六包许如多过后啊，真的是完全康复啊！许如多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哦，是我们每一个家都需要拥有的这个圣品来的。OK， 所以呢，在这边哦，其实也是真的是不知道我弟弟是什么原因啊，可能是睡觉的时候啊，不知道哪一位仙女下凡啊，亲了他，第二天起来就这样是吧？哈，OK， 可是可能是最近天气变化的问题啊，可能会很多人都面对到这些问题啊，所以呢，其实许如多其实的确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好像湿疹啊皮肤敏感的问题啊，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激活我们的巨噬细胞来帮助我们调节免疫系统的 OK，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感恩 Be International 把那么棒的产品引进来哦，让我还有我的家人呢都可以受益啊 OK。所以呢，在这边呢，如果是大家呢对那个对许如多啊，或者是任何的 Be International 的产品呢，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都可以欢迎大家来 PM 我。OK， 所以这个我弟弟的见证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啊！你看，哎呦，这样子讲看讲见人，OK 啊，这个就不一样啦，那个头发剪一下就比较好了啦。OK， 所以呢，在这边呢也是谢谢大家观看。所以呢，的确啊，许如多是每个人，尤其是在这个新常态啊，我们都需要拥有的。OK， 所以呢，在这边呢，也是谢谢大家的观看啦，拜拜。